水桶包也是 LV 的热门爆款之一，款式非常多，想买的朋友最好还是擦亮眼睛。有个朋友最近就买到了一个超高仿，找了好几个鉴定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。我们拿一个正品同款放在一起对比，确实这包的做工也是逆天了，两个包的油边都非常薄透平整，真的很难分辨。看一下两个包的内标烫印字体，正品字母 O 是正圆， L 竖线是横线的两倍长度， R 是开腿的， P 是 R 去掉腿之后的字体。对比观察字母 R 可以比较明显区分。对比一下两个包的烫金代码，正品烫金字体更粗更清晰，可以根据官方字体表的字体特征来辨别真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印花工艺，这个肉也比较难以判断，用放大镜看一下，可以发现这个的印花露出了马脚，虽然仿的相似度已经很高了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五金的打磨工艺，打磨的相似度极高，估计是下了血本。钩扣上的 logo 刻字放大50倍后终于还是原形毕露了，正品边缘棱角更分明一些，卡扣处衔接更贴合。如果只看包前面的五金 logo， 你能看出什么区别吗？惊人的抄袭水准，但是假的就是假的，仿的再真也是假的。欢迎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奢侈品包包鉴定干货。